看这一题，这一题是说哈，这个是一个正方形 ，ABCD 是一个正方形，然后 P 的话是 BC 的中点 ，Q 的话在 DC 上面，然后这个 AQ 哈跟 BD 哈相交于 R， 然后呢这两个向量这个互相垂直，也就是说 AP 哈到底多少呢？不是 AP。RP 啊，到的 RQ 哈，到的 RP 等于零啊，哦，就是 RP 到的 RQ 等于零，就这个是互相垂直的。那么他现在说，我现在把 AP 哈，用那个 AB 跟 AQ 展开 ，M 哈 AB 加上 NAQ 了。那么问号 ，m 加 n 等于多少？等一下求那个 m 跟 n 啊。好，那现在这怎么做啊？我现在哈把这个呢，正方形哈边长变成一啊，那这个就是二分之一嘛，哦，这也是二分之一。那我现在的话哈 ，AP 哈，要用这个 AQ 跟 AB 展开。好，那 AP 的话哈。我可以做一个平行式边形嘛？哦，平行 AB 的，啊跟平行那个 AQ 的，那么 AP 哈就是等于 A 这一段我叫一哈 ，A 一加上多少呢？加上这个 EP。好，那我假设这个 A 一哈它长度是 n， 啊因为这个长度一嘛，那这 EB 哈长度就等于多少呢？一减 n， 然后这个 EP 的话，就是这个叫做，AF 好了 ，AF 哈是等于 AQ 的一半，就是说我 AP 哈可以写成多少呢？写成这个 m 倍的哈，就是 AE 的 AE 哈加上多少 ？A 加上 EP 就是 AF。然后 A1 哈 ，A1 等于 m 倍的那个 AB，m 倍的哈 ，AB 的，啊加上多少呢 ？F 哈是等于这一半，为什么？因为是中点嘛。那我在做平行线，哦，这个中线哈，它都一定分把这个呢，这个就是这些线哈，都把它。平分了、啊，哦，就是说，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正方形的中线嘛，正方形的中线哈、啊，都会把什么呢？把这边找一点，这边找一点，这样过来的那些线哈、啊，都把它平分，那就是 AF 哈、啊、会等于多少？会等于 MQ 了，也就 AF 哈、啊、是等于二分之一 AQ， 等于那个二分之一哈 AQ。好，那这样我就知道说哈 ，n 事实上就等于二分之一了，哦，我就知道说 ，n 事实上是等于二分之一。那现在问题要找什么呢？找这个 m。那 m 的话怎么找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哈，跟这个三角形会相似。我们现在来看哈，这个是二分之一嘛。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哈、哦、跟这个角一样，这两边互相平行嘛，这两边互相平行，这两个角一样，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相似。那这样我就晓得哈、哦、，DQ 啊，比上一，它、啊、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 ED 就是一减 m， 它、啊、比上二分之一。那这样我就知道 DQ 等于多少呢 ？DQ 是等于两倍的哈，一减 n。好，那 DQ 算出来以后哈，我们现在来看看哈这个这两个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也是相似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哦，这个啊，然后这个是直角，这也是直角，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那所以我就想什么 RF 哈、哦，比上多少呢？比上的这一段，这一段 LP 啊 ，LP 事实上就是 M， 它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这个三角形这个角的对边 DQ， 啊 ，DQ 刚刚算出来 ，DQ 比上多少呢？比上这个 AQ 了。那 AQ 我可以算出来，因为 DQ 我晓得 ，DQ 是这个，然后这个 AD 是一，哦，这一段的话是多少呢？这一段是等于两倍的哈，一减 n， 啊，所以我知道这个 AQ 哈 ，AQ 是等于根号多少？根号这个是一平方，再加上两倍的一减 n。的平方了。好，那这样的话 ，RF 哈 ，RF 就等于多少呢 ？RF 是等于那个这 n 倍的哈 ，DQ 是等于两倍的一减 n， 那除以 AQ 是根号多少？这把它展开的话多少呢？根号多少？4m 平方，减掉的，减掉那个 4m 的，然后再加多少呢？再加 4， 加4加1就加 5， 所以这是 4m 平方减 4m 啊，那加5。好，那这个 RF 就算出来了。RF 算出来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 RQ 等于多少？就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好，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好，就是内错角，好，对顶角，好 ，RQ 啊，以上多少呢？以上这个是 RA， 它会等于多少？会等于 DQ 二一减 m，DQ 比上的 AB 是一啊。好，那这样我把 RQ 找出来，我就把它乘以1加进来。乘以1加进来的话，哈，就是 RQ 除以多少？乘以1加进来 ，RQ 加 RA 是等于 AQ 了。哦 ，AQ， 它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哈两倍的一减 n， 乘以1加进来。乘一加一起来就是多少？三减二 m， 三减二 m， 所以我就晓得哈 ，RQ 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是三减二 m， 两倍的一减 m， 它乘以 AQ 是根号多少呢？四 m 平方减四 m 加。好，然后这个 RF 哈。加上 RQ 哈，就等于 AQ 了。好，这两个把它加起来，有多少哈 ？AQ 是等于根号哈，四倍的 m 平方减四 m 加五。好，就这个乘这个哈，哎，这个加这个了，就是等于 AQ 嘛。AQ 等于多少呢？是等于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等于多少呢？就是等于那个，两倍的话 ，m 一减 n， 啊，除以这 aq 是四 m 平方减四 m 加五，啊，再加多少？这个是三减二 m 分之二一减 n 的哈，乘以 aq。4m 平方减 4m 加五。好，然后我把这个呢移过去，移过去又合并，这个就等于多少？RF 加 RQ， 哦，我这搞错了 ，RF 呢加 RQ 哦，只有 AQ 的一半，
啊，这个加这个是只有 aq 的一半，所以是二分之一 aq， 也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aq。好，那我把这个移过来以后，啊，全部再把它乘以 aq， 就是这个二分之一啊，就把这移过来，减，二分之一减掉多少？三减二 m， 二一减 m， 啊，乘以多少？乘以这个根号多少？根号四 m 平方啊，减四 m 加。啊，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是根号哈，四 m 平方减四 m 加啊二 m 一减 m。好，然后这个我给它合并一下，就两倍多少呢？三减二 m。啊，这个多少？这是等于三减二 m。啊，减掉呢，二的四倍的哈，一减 m， 然后再给它什么呢？给它这个，再把它乘过来，乘过来，这个就变成哦，就根号的平方嘛，啊，这个再把它乘过去，就是多少？再把它乘过来，乘过来的话，然后再把它整理一下，这个整理一下多少？这个？这整理一下的话呢，是等于多少？ 4m 的啊 ，4m 减 2m 是 2m， 2m 哈，然后3减 4， 2m 减 1， 我上面是 2m 减 1， 所以把这乘过去，就 2m 哈减 1， 它乘以这个，这是 4m 平方减 4m 加 5， 它等于多少呢？等于是这个乘以这个，就等于四倍的 m 哈。然后三减二 m 乘以一减 m 的话，我把它对掉，就二 m 减三 m 减一啊。好，那这个我把它给展开，展开的话是四减四加五乘以二减一啊，八。减掉多少？减掉这个是，四嘛哈，四四五，二四得八，二四得八减八，那再加多少？再加十，那这个多少呢？我记得这个是多少？这一四的四啊，那再加四，再加，这个哪边弄错了？这个的话哈是多少呢？四减四 m， 三减二 m。这个是 4m 2m 2m 减一没错，然后这个呢，这个是多少？这个有没有弄错？我看看，这是四倍的 m 平方减 2m 加一，等于多少？ 4m 平方减 8m 加四加五，所以这应该是 8m 才对的，我交叉向两倍嘛，这是 8m， 8m 哈，啊四加一加五，所以这也是 8m， 这也是 8m， 这也是 8m， 8m， 然后这里是8哈， 8m， 8m。那这里是 8m， 好，那就是 4m 平方好，减这是8，12的8，28减16了，
是阿意识的是，那这是加八。阿坚鲁，哦，这是护士啊，正八，阿坚鲁，所以的，所以是八减二十，加十八减，也就是说哈，这个乘开来的话，对吧？乘开来是这边哦，是八 m 的平三次方啊，减二十 m。减二十 m 加十八 m 减五啊，等于多少？这把它展开来啊，这个乘开来的话是四 m 啊，这乘开来的话，二 m 平方减掉多少？二 m 加三 m 减五 m， 啊再加三，好，那这是八 m 三次方，这也有八 m 三次方了，这消掉。四五二十，这是二十，二十 m 消掉。好，那就剩下多少呢？这里有多少呢？十二 m 移过去，十六减十二就是六，六 m 哈等于多少呢？把五移过来，等于五啊。所以 m 的话是等于呢五分之六。所以哈 n 等于一啊，然后 m 的话是等于五分之六。啊，这个的话 m 哈。等于五分之六，那这样我们就晓得说哈，这个是那个 m 加 n 就等于五分之六加二分之一啊，等于多少呢？六分之五了，写错了。哦，这六把它除过来啊，这是六分之五。这是六分之五，所以这是六分之五。啊，通分以后就六分多少？六分之五加三，所以是六分之八，所以就等于多少呢？等于三分之四。所以答案是三分之四。